那么想不通呢？不就是穿的少一点，在手机前面唱唱歌、跳跳舞，男人们看嗨了，你这钱也还了呀？近年来，电信诈骗、色情直播、非法网贷、网络赌博等新型网络犯罪日趋猖獗。喂，你好，是马旭东吗？说，我们接到报案，你的女儿失踪了。啊！得喽，你要找的人肯定是进了杀猪盘呐、啊。那帮人呢，专门在网上给姑娘下套，骗人家一感情，然后再让他们用黑网贷借钱呐、啊，得喽。别急，皮特，老子好事，谁呀、啊？你这个人渣，就是靠这个在网上骗玛丽安的。这都是屁的。他在哪？没还上钱，被黑网贷公司的人带走了。这个，公司在哪？商场五楼游戏厅，就在那儿拍了裸照，拿了钱。我说你眼瞎吧，刺激！马旭东，站住！马旭东！送礼物多少钱？不错，喜欢玩牌可以直接进去。鸡哥 I got it。 鸡哥，喵喵。哎，鸡哥你早就来了呀。啊，哇，你肌肉好结实啊，鸡哥。我不打篮球的。你好坏。我有话要问你。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杰哥，你是不是想双飞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的功夫可好了呢。你有没有见过他？他在哪里？我们当时都是被蒙着眼睛带过去的。不听话就是要挨打的呀。我不做这个我们也还不上钱啊。鸡哥，我们都是被逼的，你放过我。今晚你留在这里，别的地方暂时都不要去。
不知道。啊不，我不知道。这衣服哪里来的？啊？他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。我带你离开这里。坚持一下。有没有见过他？你是玛丽安的爸爸？是。几天会把不听话的人卖到东南亚。丫头，爸爸教你查字典找夜宿的游戏。好啊，那我学会了，鞋子你来猜。流这么多血，疼不疼啊？大英雄，车都开不好，你还怎么救人呢？你不是要救你女儿吗？来去丛林救你，救我！我投降。小心。我要上洗手间。
事啊，老四？一分钟输掉2000万，感觉怎么样？你他妈别动我钱！我女儿在哪里？想见你女儿是吧？来钢厂找我呀！爸爸救你啊！我杀了你！别杀我爸，求你放过他吧！闭嘴！马旭东，你他妈这个王八蛋！命可真大呀！啊，你他妈还不死啊！你这个人渣！我告诉你多少次了，不要动我钱！你他妈怎么就是不听啊？你杀我！你杀我来了！你他妈闭嘴！说多少遍了？靠下来！妈，你在哪？妈，丫头，我没事。你小心点啊！小心点！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爸，没事。等一下，再给他们父女一点时间。对不起，爸爸再也不会离开你。丫头，生日快乐！爸。
我爱你啊。我爱你。对不起，我也爱你。近日，昂城警方与境外警方通力合作，歼灭跨国网络犯罪集团，缴获高达10.8亿的犯罪资金。至此，涉及非法网络贷款、黄色直播、网络赌博的新型黑色网络犯罪产业链被全部斩断。